今天练过吗？不行。我不如唱那个小板球的那个啦，我比我老板。不讲了，不讲了，我们快去参加那个大学马斯卡的 festival 的算计你。好，这个玩笑，生意了那个啦，大不了过下个 festival， 那一个把那一个。这一下啥时候输